在说什么？你去死啊！我现在不当好野人，我要杀人！卖照 ！Don't move! Freeze! Get down! 哇、这个盖的有点大。哎、那是飞机吗？哇，真的会空投物资是不是啊？我第一次看到飞机耶！记住了吗？通关密语：蹲蹲跳。有人呢、是哎，这是刚刚蹲蹲跳，对，没错，这是白粉。等一下，太多人了吧？我们三个人要不要去挑战那个熊啊？义不容辞，直接往前冲，完全不回答我问题，好疯狂的白粉啊！我现在才发现游戏里面讲话嘴巴会动你再讲一次，一直都会动，太好笑了吧？哇，人越聚越多，帮派分子哦，白龙帝国，我遇到人嘞，斯巴达。等一下，整个 Rust 的世界都是白粉啊，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白粉，不会是这一栋吧？真的假的啊？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盖太快了吧？准备哦，准备哦，大家准备一下，掉下来了，快跑，快跑，跑跑，直接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当然有哭啊，白痴哦，玩游戏哭屁哦，玩游戏还是会哭啦，太激动的时候，然后踢到桌角。那时候应该就会哭了。赵云是十八铜人，好帅哦！我会受不了了，太帅了。我们要不要定什么队呼之类的、啊？白龙帝国。好 low 啊！你们有点默契好不好？再一次，白龙帝国。没有了，算了啦，不要有队呼了啦。还有三楼哦！你们是花多少时间在玩啊？你们疯了是不是？回来啦，来吧，我们进去吧。冰叶是不是来啦？Hello， 冰叶，顺便看一下你的那个 IRC 上面的昵称已经出来了，聊天弹幕的那个昵称已经改好了。然后上一集我们玩到哪里啊？为什么是两个屁股？两根性感屁股。我们要吃一下东西，我们身上应该有食物，我记得没错，来煮一下。没煮过这个耶，试试看好了，煮看这个。一块鲜嫩多汁的生鸡胸肉，煮一下吧。还有。Hello， 这个给你，什么东西给我？你在哪里？我们来交易一下，要去哪里交易？楼上吗？走啊！好啊，走啊！好啊，在外面就好了啦，不需要到楼上啊。在这里。我在等你。这什么啊？看一下。你采了多久啊？三万多个木头。煮好了。烤焦啊！我有三个肉，谁要？我吃一块就好。我要吃。要煮熟的吗？我要。我身上其实也有肉啦。可是要煮一下。我给你一块生肉。没关系，就是应该是够了，因为我身上还有。如果饿的话，直接去看萤火里面。我放姜汁好了。好啊。好多人哦。可是大家都没穿衣服。那个箱子里面有睡袋。需要记录的赶快拿一下，只有一个，然后摆上去。大家都摆好了、只有我睡楼上，不对吧？为什么你们都睡楼下？刚刚楼上盖不了啊。刚楼上盖不了，好。那个国王都总是比较孤单的。国王要一个人睡觉。你睡袋拆掉，你放楼上，你就不孤单了。不要浪费啊！
说不定之后不小心会被打掉之类的，还是留着好了。虫为什么不见了？真的有一个虫不见了。白天了是不是？还没。关门，关门，关门。我先开一下那个建造啊。好啊。哦，我好饿哦，我需要一点。我刚又放一个下去了。两个饥肠辘辘的野人在看着萤火。我是警卫呢，警卫看守也会累啊。大家都在看萤火，大家在等着肉好，然后要抢肉。啊，第一讲，第一讲，不要生气。好，肉不要烤着就好了，不要浪费。眼珠子粘在我身上，红的眼珠子。好，我来发布一下那个好了，我来发布一下任务好了。既然睡袋要出来的话，这样就不用怕死了。我们等一下早上的任务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自己找动物杀，因为大家一起找的话，这样子范围太小了，就分散地区，然后去杀动物，然后拿布料这样子。那如果拿到一堆东西走不回来，当然不能走不回来啊！你在说废话吗？走不回来这什么问题？输了，输了两块了。这个人睡得好不安宁哦。旁边人一直在挤他。欸，LOLOMG， 你没睡袋？可是刚刚不是有一个睡袋在箱子里面吗？没睡袋的就留在家里吧。吃饱的，吃饱的不要再吃了啦，会变胖。有点，我也想吃。肚子饿。是不是你要吃？我要吃啊！别这么凶嘛，我太凶了吧？会吗？再吃我就拿木棒戳你屁股。烤好久啊，怎么这么难熟啊？然后如果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多做一些萤火啊？你再做一个萤火好了。我的木头应该要放在二楼。等一下，当骨头能干嘛？做萤火放二楼是吗？狼头骨头能干嘛？不知道，应该没有用吧？我记得。萤火的，等一下，这好了没啊？还没。这需要100个木材。我刚在外面杀死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就他身上没有东西。他身上没有东西，对，没有东西正常啊。然后结果忘记打他，拿走了。
还做十毛。这次的肉怎么好像烤比较久？对啊，烤好久哎、欸，太久了啦。谁有石头啊？谁有石头？没人用，附近没有石头可以挖。好吧，没关系。有辐射区里面有四块，进个不足，进去出来还要平运气。那、欸、我们来做。有金属碎片，没有石。我们来做猎枪好不好？因为金属碎片蛮多了。自己拿、喔，自己拿那个金属碎片，然后自己做，每个人自己做一把这样。然后猎枪的子弹，我记得是要用金属碎片跟火药，火药的话就是用那个硫磺做。OK。金属碎片布料吗？看一下，哎、欸，这个肉是这肉是怎样？多大块啊！也烤太久了吧？木炭啊，需要木炭，拿点木炭出来。是掉一块了，还有一块。OK， 一二三四，吃到一块了。还有人肚子会饿吗？我好两块肉。进去烧。肉被吃光了。好，我再放一个另外一个萤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萤火我放在不要放楼上好了，放外面，就是第一层，然后有肉的放进来，然后两边都烤这样子。里面就有一块在烤了。看一下，好，这样子。等一下。吃饱的人怎么都还在看着萤火？还有人有肉吗？我啊，把肉放进去啊！不行啊，我的肚子还是饿的，有点很糟糕。放了，我已经放进去了。我放了。外面还有一个萤火，有肉也摆进去吧。还有吗？我已经放在里面的萤火，所以肉都放完了是吗？我刚有一块放在箱子里，好像被拿去烤了。好，那没有没有就算了，剩两块肉。附近路好像蛮多的，我刚每次追波追到家。现在白天了没啊？白天的话就，欸，白天了，赶快去吧。然后我等这两块肉烤好，吃完我再去。可以做个绷带吗？以免流血。可以啊。每个人身上都带一个吧。我有布料，我有布料，我有布料。这个人睡觉睡好久。吃，剩一块。那我先去找有没有动物。快去快去快去！白天时间有限啊。我等一下用那个，等一下用枪来杀动物好了，就远距离的瞄准，然后开枪的地点尽量不要离基地太近，以免被发现。虽然这附近都有房子啊，应该是不会知道是哪一个。来试枪，我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开枪成功射过任何动物或人。
白龙团们出去露鸟吧。走了没啊？好久啊！我怎么听到有敲敲墙壁的声音啊？在干嘛？进来啊！还没熟。怎么啦？欸，刚才是敲门啦，知道密码了就自己进来啦。这样很恐怖欸，就说我很害怕被别人杀，被别人突然杀掉，还一直这样敲门。好久哦。醒来了，妹妹，睡醒了，好久啊，太久了啦。有，刚刚好像有很前面的留言，好像有人问说，那个聊天室弹幕的那个名字要怎么会有中文名字？因为就是最近白龙有回馈，就是之前有赞助我的观众跟观众白粉，就是有赞助我的就可以在弹幕那边，收了，就可以在弹幕那边制定自己的昵称这样子。对，然后有关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的，就是直播台下面有一些详细资料，或者是 YouTube 简介都有。有猎枪的子弹吗？有啊，我在做，而且我很少，你可以自己做啊。我记得用木炭跟那个硫磺就可以做了。好，我要去换我了，我要出门了。不会晚上了吧？哦，还好还好，还是白天。OK， 出发。把枪拿出来看一下，我枪换到第一格好了。换一下位置，石头不用。我看一下，以强度来排序好了，这样子。OK， 不错。Hunting time， 猎杀的时间到了，狩猎的时间到了。今天会玩死亡之岛吗？不一定哦，看情况。啊，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开了直播的一个专属频道，那边上面全部都是会放那个直播的记录，然后通常都是放一些练等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什么剧情的游戏在上面。对，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欸，那是熊吗？好像是熊欸，是不是啊？猪猪猪猪，我要开枪吗？开枪，试试看。欸，熊熊熊熊熊。欸，好强哦，而且声音怎么那么小声啊？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欸。好安静哦，是有装消音管是不是啊？Yes， 我终于成功杀掉你了，爽啦！之前都是你杀我，怎么样？杀那么多次。欸，好轻松！我看到雪山上面有熊，赶快！哇，有枪就是我的天地了！欸，有两只欸，太爽了！赶快！这也是要装蛋，真的假的？我先上面那只先杀好了。啊，上不去，太血了。这里嘞，有，等他看到我，他追过来好了，因为我不想要爬上去，好远哦。喂，喂，过来啊，来啊，来啊。欸，可以爬上去了。好，那先直接杀好了。屁股开枪。欸，没事。再开一枪 ，yes， 欸，跌下来，欸，你要去哪里啦？欸，欸，不要，太远了啦！欸，停了没？哦，停了。OK。哇，大丰收欸！啊，趁这个时间来做一下好了，就是团库。每个人都该有一条裤子，这是白龙团必备的配备。欸，我子弹还有多少啊？欸，子弹快没了，等一下，裤子先，等一下，我先做子弹才对。排程先给他排。那是猪吗？还是熊啊？猪欸，猪我还需要用子弹吗？有点浪费欸。别跑，他一直绕圈圈欸。欸，等一下，我开枪好了，让他滑下来。没事。嘿，欸，我枪法还不错嘛。欸，停。天哪！哎呦，鹿欸！欸，我是不是运气有点好啊？等一下，我先。还有两颗子弹要杀到，不行啊！他一直跑，我不太敢开枪。两只 ，OK。那一只太远了。有他到吗？好像没有。欸，太夸张了啦，我这一次出来一次是赚多少东西啊。欸，我没子弹了，糟糕。止血！回家！够了！我这样就够了，赶快回家！快回家！我很害怕，身上越多东西压力越大。我东西超多的啦，赶快回家！不要在路上遇到熊，拜托！我最害怕不是遇到人，是遇到熊。拜托，不要遇到熊！拜托，不要遇到熊。
我现在没子弹了，我如果记数的没错的话是没有子弹的。哪里啊？这里。回家。残酷做得出来了，数量够。然后那个 LOLONG， 你的睡袋伸出来了吗？没有的话，我也多做一个睡袋。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这样口是心非。哎、欸，那个了 ，OK。好，我多做一个睡袋给你好了。问题是我现在要烤肉，我不管，我太饿了，我的血太少了。然后做睡袋，然后我把一些肉放在箱子里面好了，需要吃的就可以拿一下。我放四块到箱子里面好了，其他的啊放多一点，放六块到箱子好了。这些头骨好像是没有什么用哎、欸，等一下把它丢掉好了，摆着有点占空间。头骨不要丢，头骨不要丢。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那个，对，它按右键会变成碎骨，哦，然后你就可以做骨刀了。哦，原来有这种功能哦。你对它按右键。有有有，我已经用到了。有有有，我已经按那个 smash 把它砸碎。好，那个睡袋我也放在箱子哦。矿好像快没了哎。那个要用睡袋可以拿一下。金属矿快没了、哦，然后现在是做裤子的时间啦。裤子，一、二、三、四，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啊？四个吗？五个 ，OK， 我做五件，一人一件，好壮观哦！全部穿起来，拍照一定很帅。进不去、欸，啊！这显示又有问题，好烦哦。门有时候显示会怪怪的，看起来明明就开了，事实上是关起来的。好像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在这边做一个段落好了。然后等一下我会看着肉熟了就把它吃掉，这样子。好，休息一下哦。